向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有人做提供的节目，在苏宁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苏宁必成功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大家早安快乐，周末快乐。啊，过来廉价快乐吼、哦，啊，唔忙用迄个报复性的安尼吼，吼、哦，即马阁有迄个五倍券吼出来吼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大家咧开钱拢足省事，然后，但是要开车要注意啦，佚佗嘛爱安全啦。拄只听咱赖师兄的，咱大中华伊讲，梅香师姐，
迄有迄落迄落吼，即马有去领了。啊，迄种有备证哦，会使去甲恁买香无？买香款无？会使啊。是安怎讲袂使？会啊。阮慈天毕生公嘛是有慈天商行呢。阮原来向县政府申请的呢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讲吼、哦、有备证吼、哦，本身嘛是啥？本身嘛是会使刺激经济呀、啊、吼。啊，慈天毕生公。哦，咱有甲人结缘这个香嘛吼，啊香嘛是算买卖啊吼，买卖哦。啊，咱若讲啊来护持慈天毕生公，你要用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五倍证来买香啦，买香款啦，买色茶啦，买贡物啦，都可以呀、啊，吼、哦、都可以，因为吼、哦、咱要甲用伫个吼，你要用的物件。哦、只要讲是你要用的物件，咱都吼、哦，你讲真假你放只个牙膏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哇！你要甲你要甲用伫个用伫个讲吼，我要来买一撮我洗面诶吼吼啊，是讲我要来买啥，啊，没像我介绍过诶物件，你用五倍券来买会使无？会啊，因为咱有慈天商行，吼、哦，慈天商行咱嘛是向县政府申请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若讲五倍券无要开去百位去，你要来买香啦吼，啊买东买西。啊，都可以啦，吼、哦，欢迎啦，吼、哦，会使摕来用。伊讲买啦，咱袂像遐囡仔啦，吼、哦，那讲要来对佚佗啦，要大饭店啦，人拢讲会当安怎拄安怎，啊无哦，嘿，师兄，我先甲你讲哦，你来用五百件来买，同款是安尼，因为像咱毕生讲的物件本来就俗个好用，俗个好用。但是无阁加送啥物送啥物哦，迄电视咧广播，迄阮无啦吼。啊，你爱用五倍券来买，吼、哦，只要每项有介绍过诶物件，拢会使买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用甲你寄，你要用五倍券，安尼我就怕我都甲你收啦。你一定爱来强去买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五倍券可以在慈天商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买你想要爱诶物件，包括香品，包括想要保养诶物件，拢总会使啦吼。哦来，以上这拢算功德啦吼。来，因为圣公师兄有安尼问啦吼，啊，我就安尼甲你回答啦吼，就这样可以啦吼。啊，咱的孙阿姐，你听到讲，啊，我要用五倍券来姜的买物件，会使无？可以，好、啊，我们可以收啦吼，会使收，好嘛是，甲咱的钱同款啦，五倍券是一样的啦吼。咱即嘛在讲到讲打磨、黑眉轮、导读啦吼，导读，导读就是讲吼，讲较白啊，大家听较有吼，叫做导读吼。咱的咱讲要安怎去解说达摩祖师的黑眉轮吼？咱前讲有讲一段嘛吼，讲一段啊，长嘞长有讲一段吼。那今日呢吼，咱要讲的，就是咧讲和。好，就是咧问啦，吼、哦，是安那讲关心，吼、哦，会当称为叫做了悟呢，吼、哦，关心被称为了悟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达摩祖师就甲讲啊，伊讲菩提摩诃，吼、哦，菩萨摩诃萨，吼、哦，伊答袂得讲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伊注解时阵有四大嘛，吼、哦，五音，吼、哦。本空无我，吼、哦、了见自心起用，有两种的差别，吼、哦、两种的差别。云何为二？一者静心，二者念心。此两种心法，吼、哦，哎，咱都讲到这嘛，吼、哦。欲自然本来具有，吼、哦，随加缘合，互相因胎，互相因胎，互相啦，吼、哦。迄个爱读作相，吼、哦。因的对待，静心行乐善因，念体相思恶业，若不受所染，即称之为善。啊，你若无去学这些染的，人就讲你是爱，好、哦、修到足好，哪圣人嘞？安尼叫做称之为善。你若无吼去学这些恶业染着，人就该讲这个人修到足好诶，哪圣人嘞？吼、哦，虽然远离诸苦。正立欢乐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就是咧讲吼，那对染心，咱人若有对，吼、哦，有对了，佮有染心，就会作业，吼、哦，会作业，伊会受其颠覆，
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名为凡沉沦三界，受种种苦，何以故？因为咱的心去染着啊，吼、哦，咱障碍啊，啊，所以讲十地经文内底讲众生心中呢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敢那日同款。好、哦，这咱就讲到这个时阵嘛吼，讲咱就讲到这，讲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，只为五阴重魂所压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咱这就个一直开始吼、哦，来个讲到这个涅槃之果，因处理性，如是观心可明，就是用观心来修啦吼。故、哦、对一切诸身，以觉为根，吼、哦，以觉悟为根啦，吼、哦，因有觉根。所以你就有法度成就功德树。好，啊，咱即下要来讲吼，这个达多呢吼，就讲大菩萨修行发这波罗蜜多至最深的这个赞处的时阵，了悟你安那去吼，咱讲构成我人心，我人身心的地水风，咱就讲地水火风四大以及色。受想行识定五蕴啦吼，就即马就咧讲五蕴，好，都是因缘所集的，吼，拢是因缘而集所生出来五蕴，吼啊，因缘离散就变嘛，吼，到头来终究是一张空啊，所以咱人呢吼，无一个永恒的存在，因此呢吼，构成吼我。甲一般讲四大种种五蕴，啥来存在袂当吼，袂当去除的原因，拢是咱有五执。啊，所以讲，包括咱肉体下部啊，咱也赶快咧，各位来轮回，叫做永恒存在。当然也没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我，但是它的因，迄、那个经济也见到后世人，因为你的五执。你这世人无了悟，你无关心，你无了脱，你的五蕴俱在。那么你肉体下步了后，来生过来轮回时阵，你犹原同款。这世人无解脱，无了悟，无正果，你本身无去了解这因缘观的关系，甲这个因果观的关系。那么你这个灵魂犹原同款，要过来世间轮回，好，要过来世间轮回。所以也跟你讲，万法全是自心中所生出来的作用嘛。吼、哦，其中也有两种的差别啦、啊。为什么有两种的差别呢？第一个就是讲你有净心无？吼、哦，第二就是讲你有念心无？念就是污染的念。吼、哦，这两种心法，吼、哦，心所生法，心所生法是一生俱来的，虽然拢是假。吼、哦，就是假借嘛，吼、哦，拢是假借因缘合合的身躯啊，吼、哦、来成的啊。但是互相之间呢，却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啊。吼、哦，因果嘛是属于对立的状态，善甲恶嘛是属于对立的状态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静心，永远乐于交感善因。咱人呢，吼、哦，你如果很快乐。很乐于招感善因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你很乐于招感善因，常想，吼、哦，确实，吼、哦，咱人呢，那是要相感这个善因，你的心、口、意、等等，吼、哦，你都唔当去做诸恶业。好、哦，如果你那是静心，吼、哦，会当无受染心、污染，吼、哦，污染那么污染别人呢，你知无？先来讲吼，物以类聚。物以类聚，你染着，你染着染着，染着我爱跋筊，我就去找跋筊的朋友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爱啉烧酒，我就去找啉烧酒的朋友。我好色，吼、哦，贪花好色，我就去找一挂遐朋友嘛。迄叫做啥？你嘛是污染着众生啊，是因为你本身家己有这种习气，吼、哦！你本身有这种习气，你嘛去污染别人啊，吼、哦！你嘛污染别人。吼、哦，啊，恁即马过另外一个解说，你若是静心，有法度修个觉，吼、哦，有法度修个觉性清净的时阵，人家咧称为圣贤。那么你就远离世间所有一切痛苦，你也过会当进入上路的涅槃，就是啥？就是因为你会当度你家己，啊，嘛当安怎，嘛会当甲你的朋友兄弟六亲眷属。
甲你有熟悉的人，你拢会当讲道理互伊听啊。吼、哦，伊那是有淡薄啊体会，有淡薄啊个性，伊都会受到你的影响啊。啊，受到你的影响，伊较早遐歹习气，啉烧酒啦、跋筊啦，有诶无诶，即个就拢会放掉去啊。爱着哪放哪放，放掉伊就换伊的心，就挖来你这个神地穴的所在，安尼你就叫做道。啊，你就是帮助他离苦嘛。你就帮助伊离苦得乐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呢来世间，唔是讲啊，神都未讲话，吼、哦，你若讲今日母娘会讲话，啊，就电台甲开落，啊，请母娘来讲道啊，母娘都未讲话，啊，母娘未讲话要安怎？未讲话，就爱找一个会讲的，吼、哦，来代替母娘来讲，代替济公活佛来讲，代替妈祖婆来讲，代替佛菩萨来讲，敢唔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人若卖去哦，即个歹习气覆盖掉咧，吼，卖即个心，吼，对咱即个意口做出着恶业的话，吼，咱人敢会去用讲啊？迄个人啊，废人无路用，吼，迄个人一世人拢总是咧安怎，拢总是咧，吼，对伊的六亲眷属拢无利益的，为什么？都惊甲对，吼，大家看着都感觉害头，为啥无利益？因为伊是障碍了真如本性，所以伊已经烂。人常咧讲个讲吼，一个人若唔做好，伊就真正烂根啦，啊，就烂到底啊，吼、哦，吃喝拉撒睡当来啊，吼、哦，伊就是甘愿到厝个应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甘愿到厝个安尼做应人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咱人啊，沉沦到这个畜生、五鬼、地狱三界中来受尽种种苦楚的时阵吼，你到时你就知影讲啊，人哪有法度去解脱去修行，嘛有法度好吼啊跳出三界离苦得乐？为什么咱都爱人多？为什么咱都爱伫这个所在咧默默修？十地经内底有讲啊，讲众生心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嘛，吼、哦，体明圆满，光大无边，只是咱的五阴重魂所压榨，吼、哦，这张没啥毛解说啊，哦，所以意思咧讲吼，众生的心身躯当中本来就有的物件是汹涌去有判见的，吼、哦，去有污染，所谓习气压榨去啊。爱拨的，伊就足爱拨；爱啉的，伊就足爱啉。吼、哦，好色的，伊就足好色。所以无啥啊，台北街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地下室哪有遐尼济流浪的人呢？吼、哦，遐尼济流浪的人，哦，遐尼济，吼、哦，对哦，人关心，就去做便当还食。哦，啊，人就讲，哦，啊，因都解药，都平平人，为什么他会成为解药呢？伊嘛好脚好手，为什么去做解药？哦、咱去看到这药，甲看大家拢好卡好手，伊唔是摆卡，也唔是青梅，也唔是讲伊袂讲话，也是恶狗，他没有啊、哦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就叫做乌魂甲压掉啥，压掉伊的自性，金刚精智去要烂去啊，去要烂去啊！啊，所以讲吼，伊、哦、呢，这世人伊就是甘愿底下做这药，吼、哦，啊，甘愿底互人底施舍，因为伊也食个足快乐。吼、哦，啊，有心的人，哦，啊，就大家拢出钱嘛，吼、哦，啊去煮，啊煮哦，这人食，这人会办单无？哎，办单是啥物人个养成的？爱心养成的，因为你太多的爱心泛滥了，让他们没有办法想要自己，吼、哦，我家己来做一个啥物款的工课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哦，我会当来做一个啥来养起我家己，上无糊口还没问题，但是不要啊，他不想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伊个功名永远就敢若去学啥，去学一支高官啊，足高的足高的官啊，未透光的官啊，甲砍掉咧啊，啊，未透光的官啊，甲砍掉的，你佫甲点火，佫甲点，佫甲大拍，伊嘛是暗的啊，伊嘛是暗的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讲佛性无明佛故，不得解脱。无明的关系是你的无明的关系啦，不是佛祖无爱度你，嘛不是心性无爱甲你听受，拢不是。意思就讲一切众生拢总执着的，啊，为什么他会愚痴呢？吼、哦，覆盖伊的原因得未到解脱，吼、哦，咱讲解开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束缚，
脱离生死轮回之苦，无人甲咱教吗？应该有啊，吼、哦，有。为什么咱无爱？为什么咱无爱学？咱唔学啊？哦，我听你讲诶，都有两个少年啊，定定来伫个迄落迄江里遐咧海海公丘嘛吼、哦，咱江里遐有两个，有一个咧。在大大个咧海公丘个所在，伊就骑铁马，骑铁马伫个海公丘。好、啊，我就甲讲，年轻人你才几岁啊？现在不是要工作的时间吗？嗯，无啊，阮就找无头路，哈，找无头路，啊，找无头路，无你即摆要做啥？无啊，阮都来行行，来恁家行行个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就甲讲，啊，恁中道是有煮饭互别人食无？我讲有啊，有煮饭互乡客食，但是我就是无要煮饭互你食。哎、啊，伊就转两粒目睭一直甲我看，为什么？我讲你要食会使啊，足简单诶啊！我遐有足侪草啊，吼、哦，有足侪草啊嘛，吼、哦、啊！你来去割草，恁两个出来割草，割侪割少拢袂要紧，你过来割草，下昼你就有饭好食，我过去割凉诶，互你啉。两个头壳摇摇了后，从我车徛咧，铁马徛咧，关离开了。我就没办法度你。你若讲我一届互你食，两届互你食，三届互你食，你怎啊永远拢来遐海公丘等食饭？安尼个，这个囡仔都废掉去啊！我甲讲的哦，足条件足简单嘞。我讲吼、哦，这边啊，遮拢有草啊，有无？啊，迄是母牛的稻场嘛。啊，你甲烤草嘛有功德啊。啊，你甲烤草有功德。啊，你甲烤烤嘞，吼、哦。啊，等下人你叫食饭，啊，你就入来食饭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要爱凉的，我会寒凉的，互你，吼、哦。安尼好不？咱来做一下，吼、哦，无畏死一下，啊来，大母娘换一下平安饭来吃，安尼咁好？没有啦，他的善根没有清楚现前嘛？你怎么说？我的板单，你一客叫无，我白客掉啊！你这饭无，我那六百码红单吃嘛有啊？人就安尼甲伊用啊，六百码红单嘛，红菇啊贵啊，吼、哦、啊人嘛煮便便，我那六百码红单食倒啊，我那都只甲恁烤炒，你甲想看卖？这种孩子你还能度吗？也没办法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世间呢，吼、哦、清清楚楚现前呢，吼你看到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、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他就让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德性，你说怎么办？好、哦，因为知道一切所有。哦、都是因为我们的、哦、心起伏，没有人去把你教好了，所以说根本在对，这个根本所看到的是什么，就像像我的结果一样、哦、有的人说我们今年比较丰收、哦、我们种的、哦、柳丁、哦、很大粒，还是、哦、那个、哦、那个种、那个、人在说的、那名我不要说、现在有那种什么油啊，过了后就叫、哦、白油西施啦，吼、哦，白油甲西施，吼、哦，哦，就较大粒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他八九月啊，就会再慢啦，好、哦，慢就开始会上市啊嘛，吼、哦，那我们要去耕，要去种，要去照顾，它才会有好的果实嘛，同款啊，啊，所以咱人呢，要安怎讲，关心会当，互咱家己。哦，了解一挂代志，安尼你都加减啊有了悟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要讲下一段咧，讲佛祖菩提道呢，吼、哦，佛学次第，吼、哦，内底面法界，吼、哦，伫讲的就是，是安尼讲有一个次第，就是讲它有一个次第，吼、哦，原因就是让你从比较。哦，咱讲比较较无遐深诶，较无遐深入，豆豆听安尼。所以讲法界次第，吼、哦，你讲诶讲法界，吼、哦，真言，吼、哦，智慧照了一切诸法，皆不可得而能通达一切无碍。啊，你着知影一切法皆不可得啊，为什么还阁会当通达一切无碍，名为智慧？智慧阁有分三种呢，吼。智慧阁有分三种哦，吼。智慧第一种就是啥？一者声闻智慧，二者彼及佛智慧，吼。辟支佛智慧，三者佛智慧，三者佛智慧。求佛智慧者，菩萨将初发心以来行善，
伊爱行六波罗蜜，破魔根障，以及吼诸烦恼，得一切地成佛道。吼、哦，是安那讲爱破魔根障，因为较早释迦牟佛，哦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伊伫即个菩提树下嘛，伫菩提树下伊五道六年的时间，有一寡吼、哦，所有的魔气啊，甲搞乱无有啊。吼、哦，但是伊如如不动啊！伊问你安怎甲乱，安怎甲乱？吼、哦，即天界天魔安怎甲乱？伊都拢同款，叫做破魔根障，吼、哦，及诸烦恼，即已经吼拢破除啊！所以一滴一切滴啊，吼、哦，成佛道了后，乃至入无余涅槃啊！随本愿力，终是中间所有智慧，终上别相。一切尽知，吼、哦，总相甲别相，吼、哦，一切尽知拢总知啊，是为佛智，吼、哦，是为佛智。所以你讲波罗蜜者，幻明如前呐、啊，若菩萨随所修智慧当中呐、啊，令具足五种的心者，是时发这名波罗蜜耶，何等为五？啥呐？各分甲五。吼、哦，一者了知智慧实相，非境非智，心无所得，二能遍合三乘智慧及一切世间知见。过来后壁四项呢，以是心如淡中分别，菩萨能如是，以所修智慧中基础五心者，随所得慧，得智慧，因中说。就是咧讲，因中说果，因中说果，该记三义，哪三义？是以菩萨所修的智慧，改名行法界波罗蜜，若地无上菩提道果，方是法界波罗蜜具足成就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即摆安尼甲想，是安怎讲？咱人嘛是有分层次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内底面的即所有的。哦，先啊，爱个分呢，爱去加分，哦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哦，爱去加分，哦，这个本愿力嘛，得爱你有记住，记住什么款的定数，记住什么款的心，你才有法度成就，哦，成就甲什么款的程度。所以讲，四代内底面，哦，俗语啦，佛缘在讲，就是咧讲，佛在讲缘由啦，讲佛教甲一切物质。现象、色法归纳为四种基本的要素。伊的坚定性是啥？就是讲地，吼、哦，地水火风嘛，吼、哦，地水火风，地是湿性的，吼、哦，水是暖性的，吼、哦，火是动性的，风位置四代可分为内外两大类嘛，动心色，吼、哦，和合。而形成众生肉体为四代，众生的肉体嘛有四代呢。和不同心识甲合力形成三合大地，定为外四代。通常吼、哦，咱拢咧讲啊，因义就是讲，清咱人的心内底有四代，吼、哦，内底嘛是有五音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四代五音啊，又搁为对去解说，吼、哦，伫咱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如字。观五常所谓音者音界善法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音会当定名，由音会当直接生死重塔，此就是果得以名，是音由音复以音直之两义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就咧讲音内底受，就是讲色受想行识五法之名义，身故拢同款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人。先来讲，先来讲吼，咱讲要听吼佛经典内底，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种法，伊内底面伊的名义内底，不管讲吼啊，你甲颠倒读还是正读拢好啦，都翻这五义，这五义的法，吼、哦、本空，就是佛学大师典内底咧讲的，讲诸法本来性空，非属于金明为本空嘛，吼、哦。咱咧讲无我，佛学大祖典内底嘛是咧讲非我，相一之体，吼、哦、有主宰之用者，
为我，吼、哦，以人心执着者为之人我，吼、哦，对咱人啊执着的叫人我嘛，人我执着，好、哦，人我执着，以法执有此，谓之法我，于是执有什么法执，谓之自我，于是法执皆呢，就是咧讲着位置，吼、哦，他我人人心者我因之结合。结合结合无常一致五体，吼、哦，这个法就是因为因缘生嘛，以无常一致五体及无人我、无法我、无执自我、他我，吼、哦，不太严，就是咧讲毕竟哦，毕竟无有这个我，吼、哦，无有这个我，这个五执，吼、哦，究竟之真理，就是咱人无法我，则无自我、他我。拢总无，吼，拢总无，等于呢，这叫做破相。什么叫破相？咱要讲这就咧讲《淡摩破相论》，这就叫做破相。吼、哦，这个结合合无相，吼、哦，自我体法者总为因缘生嘛。啊，法既然是因缘生，吼、哦，无相一自我体，既无人我，无法我，就无。自我他我嘛，啊，这有理啊！讲到这来就明白啊嘛，咱这个见解就清楚啊嘛。吼、哦，但无祖师咧讲破相论，这就叫破相啊嘛，相咧破啊嘛，心法吼、哦，佛法相见，就是咧讲一切诸法分为色法甲心法两种尔，两种尔嘛。啊，色法就是指一切有形的物质叫做色，我们的身体叫色身。法是指一切有形的物质嘛，心法是指一切无形的精神，叫做心法。无形的精神叫做心法咯、哦哦，所以讲这涅槃乐呢，吼、哦，离生死之苦，离究竟安稳，为之涅槃之乐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，吼、哦，伊咧比喻着，吼、哦，皆令离苦得安稳嘛，皆令离苦得安稳。吼、哦，咱人乐。世间之乐，即涅槃乐。来，到尾也着讲到位，吼、哦，咱讲真如，吼、哦，佛学内底咧讲真为真实，吼、哦，啊，今天整个节目都讲，吼、哦，咱讲达摩祖师咧讲这个破相论内底破相，吼、哦，就是真为真实，显非虚妄，吼、哦，啊，既然是显非。希望呢，吼，真为真实，吼，希望如为如常，吼，表无变异，就是咧讲着啥？咧讲着真实以一切法啦，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，吼，或者是咧讲自性清净心啦，佛性法性，佛性法性，如来藏实相法界，法性完成实性，皆同体以明也。咁是人修的嘛？体意明就是讲人修的，心的关系呢？心在做主，吼、哦，心本身呢，吼、哦，伊咧作怪，也是讲伊呢已经吼、哦、自心清净心，吼、哦，佛性法身如来藏实相，法界法性完成实性，皆同体意明，就是咧讲，你用这个色心肉体去修行正果的，将来你这个肉体变佛。还是讲变性变真，是由你的心来帮助你这个肉体，啊，你这个肉体来帮助伊成就。同款嘛，咱今日要来地下修行，敢唔免讲吼来？你要山顶修行，你这色心免去吗？你敢无我都用变安尼，干来用灵去听尔吗？无色心嘛是爱去。啊，所以色心动嘛，伊就甲你讲动啊，以动体以明化，就是咧讲明也，该动体。动体修行正果，你这个色心肉体有利益无？有啊，你会当超生超死啊！你这个肉体有利益无？你这个肉体淡掉去啊，讲啊，这间厝歹去，我就给淡掉。但是你另外这条哦，你的成就是这个肉体哦，来跟你合作伙，结合真呢，哦，甲假合作伙，真如本性跟你这个假体合作伙，所以你修行正果嘛，我们要不要去赞？哦，嘛是爱甲这个色心暗赞呐。哦，今日来讲吼，咱阴暗拜六要共修啦吼，拜六要共修，
嘛着你这身心肉体，你要为对来，嘛是你啊坐车也好啦吼，啊是开车也好，你的身躯敢袂忝袂艰难？会啊，但是我一心一意，我想要来共修，我想要让我的灵性提升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你这身心就有功劳啊嘛，啊你这个灵体就会提升啊嘛，就爱那呢啊。所以讲，达摩咧讲，吼，达摩祖师咧讲，这个破相论，我觉得很 OK 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讲的也够白了啦，啊，佫听无，我嘛无法度啦，吼、哦。虽熟读三藏经，世人称他唐三藏，心中有佛念声声。佛祖点化度众生，让他一路向西行。恩啦吼，咱大台中的高师兄，谢谢你。伊讲梅章师姐哦，你下早起好，刚才你有讲这讲这个吼啊，迄落五倍券吼，会使买香哦。安尼好，我着炸只吼哦，阮兜拄啊有四个啦，有四个吼
安尼呢，啊，有诶吼，因也想要买啥去买啥，我讲我这份要来买香哦，要来买香款，吼、哦，香甲香款，啊，啊，着香一箱，啊，香款一箱，啊，就差不多啊，啊，着听我用十个月啊，哈、哦，用十个月，啊，你用五百钱来买香，会使啦，啊，买别项嘛会使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都可以啦，反正是振兴经济嘛，吼，这是国家给你们的福利呀、啊，吼，啊，你要来个慈莲毕生宫的这个吼，啊，慈莲三行的香品，也是没像有介绍过的物件，你吃了袂歹，你要用五倍券都可以啦，吼，用振兴券都可以啦，吼，啊，因为吼，真的很感恩啦，吼，啊，咱高师兄，伊嘛是伫咱家算拜道嘛拜足久诶，吼，啊，香品呢，吼。一向啦吼，伊拢朋友若要爱，伊若有落来，拢先做共载，吼，先做厝边隔壁拢先做共问咧吼。啊，有一间吼电炭门店嘛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师姐啊吼，伊大概拢点小盘香，啊，人也去洗头，伊就讲，恁内底真啊，品着真好品呀，哈，啊，卧香伊嘛有咧点，伊讲，嗯，啊，这就是慈天毕生宫啊，啊，无你甲听伊节目听看卖，啊，你也要爱我才甲你叫，啊，你来洗头，你再来体验呢。爱就拢集集做伙，集集做伙。啊，那去洗头，哦，爱就讲啊，你的物件来啊，哦，啊，你提顿安尼。哦，安尼伊嘛甲介绍足济呢。伊讲你的香真正好，啊，我就是吼、哦，感觉讲听你的节目嘛足好，啊、我都拢会准互因听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、哦，用迄个手机啊，啊，我过去甲用一个扩音器，安尼就听甲足欢喜的吼、哦。啊，当期我就叫因讲，啊，你家己去订阅哦，吼，啊，你家己去订阅。这嘛是母娘的灵爱囝了，虽然伊足无时间好来啊，但是呢吼，伊嘛是母娘的灵爱囝，吼唱，伊咧介绍啥？啊，介绍玉队啊，玉队咧讲，哦，迄条牛樟芝嘛袂歹，啊个吼，个迄、那个啊，一个吼平常时咧食的吼，伫食，哦，迄、那个。咱讲吼，要互伊吼体格较好咧，刷落去吼，对这个吼啊，咱讲排泄较好咧，吼益生菌嘛就好。好，过来就是吼啊，咱讲印加果油嘛就好，伊嘛是会来介绍啊。吼啊，吴师姐伊嘛会啊，吴师姐伊嘛是伊嘛家己咧开工啊，祖庙工，伊家己嘛会，伊嘛甲你介绍，逐项好诶，拢物件拢甲你介绍，刷落去会甲你推荐节目互大家听。所以说吼，母娘。哦，他真的是有那个吼、哦，咱讲人因是神呐、啊，因有先见之明呐、啊、吼、哦。也讲哦，啊，你要去到禅宗，嗯，啊，这个所在是我找无唔对，但是总是你爱去传道啦，你无去传道，人都有啊，人都唔知后来恁家嘛唔知要来跟你结缘，啊，所以讲你爱去传道，安尼一讲就讲二十几年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哦我很感恩母娘，给我这个头路，给我这个工课，然后我每天都很欢喜。啊，到了八点外，我就较紧的，啊，就要来电台啊。为什么？讲现场的，你就是爱来。好、哦，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欢喜。好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哈、哦，会因为这个哦声波，因为这个哦，咱今嘛广告耍哈，咱今嘛在开始聊天啦。因为这个声波因缘，因为母娘这个因缘，所以呢吼，啊，咱对金山的啦吼，为石子的啦吼，啊，为北部、为南部、吼、啊，为屏东、花莲、恒春呢，好、啊、都有啦吼，都有，好、啊、都有我们的信众，啊，我们会非常高兴啊，高雄的都也都很多。附近的吼啊，单讲台中啦、彰化啦吼，即个啊，宜水、园林即拢有。啊，恁桃山庙吼，咱明辉师兄吼，伊嘛足好吃的，然后伊嘛足好吃的。哦，恁有足济的吼，啊，金圣道场嘛足好吃的，啊，足济道场吼啊嘛足好吃的。吼、哦，要讲个吼啊，咱的幽宫嘛足济啦吼。啊，诸类顺性堂也好，天灵显性宫也好，三清慈王宫也好，拢总好，足济宫地，讲不完的宫地啦吼，都有在吼啊，咱讲互动啦吼，阿、啊、妈非常感恩啦吼，咱的师兄师姐啊，真的有，后面像有这个机会啦吼，啊，过来，今嘛要来讲啥，我来做，我要想一下呢，我等等要来讲什么呢吼。啊，无吼，
咱的孙兄、孙兄姐会讲，梅香师姐，你一天哪有遐济话通讲啊？我就爱想啊，我爱想者，想讲吼，即马过来要来讲，讲倒一段会较好安尼吼。来，咱即马讲世界上吼很多很多的宗教，啊，四面佛有无？有吼。啊，泰国就信四面佛嘛吼，啊，外国就信啥耶稣基督嘛吼，啊，无就信吼啊。人讲回教穆罕默德嘛吼啊，咱台湾，咱台湾的吼，都足侪传的吼，逐项拢有，逐项拢总有啦，五教拢总有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希望啦吼，希望讲啊，要来求主事啦吼，我嘛是着爱来去问神，我拢因若要来求主事，我拢先甲问吼。查甫的我嘛先甲讲，你有去检查无？吼、哦，你有去检查你的精虫？有少无？因为咱即卖人吼啊，做工课啦吼，暗时暗困啦，手机啊要搁看咧啦吼。啊，有时啊，查甫诶是查甫诶问题，都毋是女将诶问题吼。啊，若女将诶问题吼，啊，你去检查出来是啥？输卵管阻塞吼，都爱啉凉诶迄种诶。啊，过来子宫后倾即种诶，即我若甲讲，即个求助生娘娘哈，助生娘娘哈，没办法，为什么？我都该，我嘛该会该开玩笑啊！啊，这公的若无精虫，都公的换过，啊，母的就会生啊。为什么？都无精虫，都伊的问题啊嘛。啊，伊的问题爱食无爱啊？爱食中药就会调无爱啊？吼、哦！啊，女将若子宫好前，爱食中药就会调无爱啊？吼、哦！这个药啊，啊，无你讲啊，注射你娘天大的本顶，你无精虫，我会当互你，我会当甲你抱囝来互你哦。啊，毋就叫别人来斗三工，无可能嘛！吼、哦，所以咱定求主事嘛，爱有理由啊。吼、哦，就张一个师姐来问我讲，阮囝吼无带无自己啉草药啊。吼、哦，我讲啊是安怎？伊讲啊，都甲因某离婚，毋知是安怎咧？啊，因某都走转去啊，越南啊都走转去啊。啊，即马转去家己坐。我讲啊，几岁啊？41岁。无啦，你我咧讲啦吼，师姐，这人报我来，我都干呐要问你讲，伊是安怎会去啉药啊？我要问伊个原因尔啦，问看伊是安怎那会去啉药啊？安尼去啉药啊？哦，我着冰单摕了，我讲好，来我甲心庙清洗者，心庙甲清洗，心庙讲吼，师姐啊，你敢无感觉恁囝已经甲你足久无讲话啊？伊讲你我喏，你我叫食饭嘛，捌甲应，哦啊，你洗餐做完回回来，拢怎啊入房间快关咧安尼？啊，甲小弟也嘛无咧来，嘛无咧讲话，啊，甲我嘛无讲话了，拢无甲我讲话了，偌久啊，年外，我讲心表讲，你唔知啊，恁囝患着啥物毛病吗？唔知啊，忧郁症啊，恁囝着忧郁症，你看你叫伊食饭有甲伊应嘛无？啊，你平常时啊甲伊讲话也甲伊应嘛无？啊，拢咪个内底，我讲这是忧郁症，忧郁症有时候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大好嫁人个查某囝忧郁症。那是定正经哦，自私想过了管的忧郁症，伊嘛是赶快去十楼甲跳倒落来了。啊，恁囝工课做做的，先啊，草药甲啉啉咧。哎、啊，讲即马咧急救呢，唔知救会起来，救袂起来安尼。我讲救会起来，救袂起来，拢伊的命。是恁无感觉？伊讲啊，恁老爸都死啊，都等我甲伊尔。吼、哦，按、啊、小弟啊伫外口咧做工课，平常时啊两个嘛无互动。啊，伊都到我年外唔捌讲话啊。你我唔捌讲话，你唔知忧郁症哦，唔知呢，唔知忧郁症，啊，你家想看麦，啊，伊就草药就甲灌落啊，啊，即马灌落，吼，即马咧洗肠啊，洗会起来，洗袂起来就伊个命，啊，恁的心表敢袂当敢斗三工敢斗救，我讲伊若无讲严重，甲足严重，无损害着五脏六腑，吼，爱救会起来，嘛唔是阮心表搞，是伊个命大，吼、哦，咱。办代志嘛是得爱明理呢，吼、哦！你茫甲邓英看讲有，绝对会甲你救起来，啊，到时来救无起来嘞。好、哦，这个不是这个公司哈、哦，世上有足济宗教、足济神明专门标榜有求必应，歹势吼，唔通哈，这个代志唔通做，无得有求必应的啦。好、哦，当有人觉得内心不平安。哦，抽签啦，创啥啦，机缘啦，平安啦，哦，啊，灵感我再来甲你答谢啦，这一无所求的人，其实真正一无所求的人，伊就是捌你啊，捌你的人，
伊就是安怎，靠我家己的认真，甲靠我家己的福报，靠我家己本身的命格安怎去转动。烧香压咧三张香拢是啥？拢一无所求的人很多，为什么？听我节目听足久的人来嘛是同款，三张香压咧拜拜就是敬神尔，敬天地君亲师，没有其他的要求，无其他的求，为啥物？伊内心真平衡嘛，伊内心真平安嘛，伊知影讲这个代志是由人决定的嘛，所有的命运好歹是由人决定的，唔是由神决定的嘛。啊，神未讲去甲伊创治，吼、哦，啊鬼嘛未无缘无故去甲伊创治，吼、哦，啊你讲啊多房的敢会，啊多房的你若有你甲拜伊嘛未，吼、哦，啊那阿哥阿玲咧，阿哥阿玲你家爱先生爱甲安排也好，阿哥阿玲你无共地里讲嘛来，地里互伊放互伊，迄条灵硬硬背嘛无地无地依靠。阿哥阿玲囡仔出世，知影讲几岁也都无，迄都爱去互带花因等，爱生性的嘛，一定爱共处理的啊。吼、哦，所以你等于所求之中有一寡合理的，有一寡无合理的。啊，所以有足侪孙阿姐拢来甲我讲吼，梅香师姐你性地嘛无好，我讲唔是我性地无好，我人急性。你呐印三句我讲的话，你拢完全不对调。好、哦，你要来请问我，你的灵修怎么？我会跟你讲迄个窍，我咪跟你讲方法，咪跟你讲原因。你呐一直拢听无，一直论，安尼我就差不多啉茶啊。我啉茶就是无要跟你讲啊。为什么？啊，你安怎讲你都袂翻车，安怎讲你袂翻车，你的窍都无开，你跟人灵修啥物？对无，到厝，咱到厝会好啊，顾囡仔，好啊，做工课，好啊，拜倒啊，用拜倒啊，拜感应的倒啊，拜我有对神有尊敬的倒啊，唔好甲人惊灵修啦，灵修该啊简单咯、哦，所以我们说合理的追求当然不为过啊。譬如咱求健康会使无？求长寿会使？求平安会使？求学问会使？求功名会使无？拢人人拢想要爱的物件，无过头的求。你要求嘛，就安怎讲明利落嘛？爱你认真读书，嘛爱你认真拍拼，嘛爱你做会出来，这工贵。如果你来当如愿以偿，当然，吼、哦，人讲神佛也欢喜呀、啊。但是要跟你斗三工嘛，就要你头壳有好啊，嘛就要你认真读啊。吼、哦，这个世界上无可能讲，当拢会当互你照你的愿呐、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有只过分的要求，根本都不能实现的，你会带来痛苦。吼、哦、啊，不能实现的，你会。不但会记恨呐，哦，连人你都记恨，哦，什么人给你做，什么人给你报，什么人给你办呢？哦，连神明你都会记恨，为什么？啊，你祈求神明保佑自己不会死吗？也会死啊！啊，这种希望的执着跟期待，我们就不要，哦，这就叫痛苦的根源。所以有足侪人饱受求而不得的痛苦，哦。啊，求子孙求无，你唔知看讲咱新妇的身体是有问题无？咱的子身体有问题无？先研究这啦。好、哦，啊无我咧讲，我定咧讲，那新妇的身体有问题，吼、哦，就是爱去医。啊，后生身体有问题，就是爱去看。啊，那无就是药啊爱食，安尼尔。所以咱人生有八苦之一，求不得苦啊！求不得苦的做许多人都敢那。唔知迄个原因啊，一世纪换刀啦，一世纪去换花啦吼，啊一世纪去创啥啦，啊那变一百年堂，啊要爱一个孙嘛是同款无，哎安尼咪加艰苦的嘛。人不管要创啥，拢爱有理，无理神该斗三工，要安那斗三工，斗三工无路来啦。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确有人要什么想要什么，能够呼风唤雨吗？不可能，能够操控自己的命运吗？其实就是因为时势环境，你即马若讲到你即马温度无介好，时势环境你嘛爱讨论讲啊，即马是安怎？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生理做了无好，吼、哦、环境所造成的甲温无关系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。永远都是这么的好运吗？不可能啊！好运不会用给侬对你的身躯边啊。好、哦，一旦有一些倒霉的事情，你也不能说我这样就很痛苦，我这样就放下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干咪使安呢？未使安呢嘛。所以咱想要化解求不得所带来的痛苦，首先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合理的需求，什么叫做合理的需求。求是一种需要。但是有时阵嘛是一种欲望，欲望。哦，这个欲望不定义需要。例如有些人，
好、哦，已经拥有一栋房子了，你还要想要再买，欲望越大，啊，你后摆你的负担就愈大。好、哦，这生成的嘛。好、哦，所以讲短时间之内你觉得满足，但是到后面你维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变成怎么样？痛苦嘛。哦，啊，我无带不起，我加买一间，加立较艰苦一寡。为什么？好、哦，所以咱定咧讲人，好、哦，为己求，求到之后虽然很快乐，但是免担心的就是说总有一天会失去、哦、老是处在缺乏安全感的痛苦当中。如果是为人求，因为是保持的、哦、你固然年老啊，但是所谓的心态、哦、你有条件好不好、啊、你如果条件不好、哦、这艰苦呢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你要追求什么的目标，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向能够顺利走完全程，当然最好啦，万一啦，吼、哦，咱人呢拢缘啦，拢因为因缘不相熟的关系，所以咱的得失是无关的。吼、哦，如果是为了追求而得不到，可能你会觉得很痛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人呢为什么痛苦？拢是安怎？拢是要吼、哦、要爱顺呢，无爱逆的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讲讲顺者为人，逆者为仙呐。哦，逆者修行的人就做仙，顺者的人伊就随波逐流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迄心佛绝对无迄个甲你挂保证的吼，三张香落落甲你挂保证的，无迄种代志。所以呢，今仔伊没想讲这個，事实就是要让咱大家知影，求神嘛爱合理的求，哦，合理啦，合迄个道理，心性才有法度去替你做代志啊！哈，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